我这来美国呢，其实也定为自己定位在是一个经济啊跟创新啊这个科技经济的开拓之旅。我认为这个台湾呢，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台湾现在不管是啊各行各业，我觉得太多政治啊，太少的经济。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